来对比一下二者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区别比较大的了。在介绍模型之前呢，不得不感叹一句，万代当年在说明书里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良心了。每一个拼装部分都是有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板件板块，这个板件呢用到这几个画圈的零件部分，然后呢这个板件呢这个部分拼装是用在这几个画圈的部分了。然后啊，再来可以看到了很多年以前的1985年的 1:144 的 Z 高达，以及1985年的 1:100 的 Z 高达，加上1996年发售的 Z 高达 1.0，这还有2001年发售的 PG 贼高达，现在这款 PG 贼高达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太好了，价格应该在1300左右。然后还有1:144的03年发售的 HGUC 的贼高达 1.0， 之后啊就是我们所剩下的看到了贼高达 2.0。 时至今日，拼装版本的贼高达啊，在 MG 级别里边，贼高达 2.0 呢只能算是一个最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版本了。至于1:144的版本呢，除了 RG 贼高达以外，还有 HGUC 的新生或者叫进化 Z 高达，以及 MR 的 Z 高达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目前来说 Z 高达的选择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 Z 高达的价格都不太好。其实拿出大班的88011 Z 高达以及万代的 MG Z 高达 2.0 进行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整体在外观方面呢，二者真的是区别实在是太大了。当初啊，大班的这一款呢是由大佬企业进行了一个 JK 改造之后呢进行了量产的，可以说啊在整体呢是有一种这类似于 JK 的风格，但是呢因为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色拉分色，所以说细节刻画实在是太多了，太凌乱了。反观05年发售的万代 MG Z 高达 2.0 呢，因为已经算是一个非常老的老模了，所以说细节方面也都是比较少了。在整体的体块方面啊，还能看出来大班呢相对来说要比万代的稍微的要高上那么一丢丢。这个原因啊，我总感觉因为是腰部这里啊，大班的零件可能是有一个贴开高，或者说是因为其他的零件精度问题呢，整体啊会大班要高上一个层次。在黄色零件部分，大班所采取的是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万代的呢这个是采取了类似于一种加了橙色一样的黄色零件，所以说当前的观感下还是万代的这个要更好看一些。在整个头部的面向，其实二者都是比较正的，但是大班的这个细节刻线添加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就导致最后啊呈现了一个比较乱的状态。万代的这个呢相对来说会更干净一些，但是如果啊再加点细节可能会更好一些。不过这两个头目前来看面向方面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在整体的细节刻画表现方面呢，我还是更喜欢万代的 Z 高达 2.0。 在可动性方面，二者都是通过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整体的活动幅度都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啊整体活动幅度的手感基本上都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万代在前端的这个天线呢是比较松的，建议各位在拼装完以后给它进行一定的加固。在胸部部分，大班的88101 Z 高达 2.0 呢是进行了大量的细节添加，以及一些棱角细节重新的设计，添加了一些比较多的转折，但是啊这种转折以及上方的这四个方块让我看出去其实这个细节表现就不是那么好了。如果说去掉这四个方块的细节，可能这个胸部我会更喜欢一些。然后呢在腰部部分，大班也是做出了一个镂空细节分色，或者说啊这个地方是采取了一个裂甲的细节刻画，这些啊都是有一定比较大的改动了。毕竟大班是在万代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外甲的重新新规设计，万代这里啊在这个地方呢是完完全全的采取了一个白色零件进行的安装，之后整个胸部看上去会比较的方正，前端的一些细节刻画基本上都是没有的了，但是相对来说也会更干净，但是有点太干净了，细节的稍微的刻线多一点的话呢可能会更好。然后在整个驾驶舱胸部的这个刻线，我认为大班这个细节提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万代这个想法呢就有一点素了，二者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驾驶舱抬起的，内部啊内部卡妙呢也都是可以看出来的，这里我们就不去进行过多的展示了。为了后期的变形啊，在手臂部分这里呢是采取了一个卡扣的设计连接，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大班这个稍微的松一点，万代这个呢会比较紧实，但是它有一个固定的卡位，所以说它容易直接在这边弹回来。二者的腰部都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大班的这个呢目前来看已经是稍微的偏软一些了，因为我拼的时间也差不多有个一两年了，万代这个因为刚拼完的活动紧实度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依旧能感觉到 PC 件套球形关节这个活动关节呢稍微的还是有一些松了。在金甲一手臂部分呢，万代相对来说看着比较朴素一些，上方的这个位置的黄色条纹呢是进行了贴纸进行补色的，这里边二者都是一样的，喷口部分都是设计了独立分件进行展示的，颜色也都是有之前我们所说的橙红色了。在手臂部分的设计呢，分件也都是一种比较干净的造型了，下方的黄色部分呢也都是通过了贴纸进行补色的。在手部依旧是提供了这种113的可动手，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二者的通病，那就是握持武器其实握持的都不是特别紧实，这个在摆动作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烦人的了。
在小 B 部分依旧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导弹夹舱了，同样可以打开前端的舱门，活动上方的卡位呢，进行一个导弹的出舱设计。我记得大班的红蛇在怀石八弹的红蛇在这个地方好像是提供了两侧一个小卡榫，可以不动的话，那个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个结构。大班的肩甲部分的改动啊，首先就是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刻线，之后呢在上端是提供了一个可以拉伸的这个小叶片，但是我总感觉这个小叶片添加的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之后呢在手臂部分也是通过了大量的细节刻画进行重新规的设计，但是大班这时候就有一个毛病了，那就是上臂在活动的时候是容易脱出的，万代这个相反反而没有这个毛病。在下端的线缆细节呢，万代是采取了一个像动力管一样的细节，大班的这个呢是采取了实物的，就是相当于没有那么多刻线，而且是产生了一个凸起，立体感呢会相比万代那个要更好一些。手臂侧面的装甲也是在原本的方正化造型上面进行了一个重新规的设计，有棱有角，但是这个风格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但是这个我是蛮喜欢的。手部依旧是提供了113可动手，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没有办法太好的去握持武器，这个确实是个小毛病了。至于手臂的20种导弹夹舱啊，大半的这个是没有进行任何的盖板的，直接是一个小孔位之后推出就可以实现了。这个地方就看各位更喜欢哪一种了。在整个手臂的活动性方面，二者基本上是不分伯仲的，基本上这个手臂呢都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连带着胸部的一个卡扣进行连接的，活动性方面还是挺有保障的。而且啊，二者在整体的紧实度方面都是差不太多的，万代的会更顺畅一些，大班呢在活动时候呢稍微的是有一点生涩了，而且上臂容易脱落也是大班巨大的这么一个问题了。胯部骨架二者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而且啊，在前军甲部分呢，大班的不是万代的这个会相当于更干净一些，方正化造型也是比较好看的，但是内部呢是基本上没有内衬的了，都是把整个细节啊刻画在了内裙甲的内侧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看着有些空。大班首先是在裆部的进行了一个镂空的细节展示，之后整个前军甲都是进行了重新规的设计，在内部呢也是提供了内衬，但是细节方面呢相对来说会更少一些，前端也是提出了一个镂空的细节喷口了。在侧裙甲部分，我是感觉啊，大班的这个细节呢稍微的有些多了，如果说去掉两侧以及上端这个细节呢，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一些，万代的这个确实是比较朴素，但是细节真的是太少了。二者在连接的结构以及功能性方面呢都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内部都是挂载了一个光束军刀的界面，这个我们就不去进行过多的展示了。在后裙甲部分，我认为大班的这个中间这段起伏，如果说把这段起伏给它消掉，单纯的留下刻些细节会更好一些。万代这个呢，也是偏了朴素一点。在内部的喷口部分，万代是提供了五个红色小喷口，而大班的这个呢，是提供了一个红色小喷口，之后另外两侧是通过了一个类似于出气口一样的零件设计了。说句实在话，当前这个状态，我更喜欢万代的这五个小喷口，不知道大班这块为什么要给它改喽。那么在腿部也就是二者的重灾区了，万代这个呢在膝盖的这个部分的活动啊是非常非常松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固定卡位，而且啊也没有体现到任何的生涩的手感，基本上你一碰它就会掉下来。大班的膝盖部分呢，虽然说这个地方也松啊，但是呢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内部是有零件的生涩的，可能零件精度差一点，紧也是真的有紧的好处，至少对于 Z 高达而言呢，这个紧呢确确实实要比万代那个稍微的好上一些。大班的刻线在大腿部分的改动啊，我是比较蛮喜欢的，稍微的少上一些，而且啊不太凌乱。万代这几个小点儿，我总感觉看着和主体呢有点违和，哪里怪怪的。膝盖前端的装甲，万代的是偏方正化的造型，大班呢是设计了一个棱角类似于尖刺一样的结构。在小腿装甲这里呢，二者的设计理念也是完完全全的不同的。大班下端的这个脚踝部分的装甲呢是完完全全裸露在外的，万代的这个呢是上方提供了一个白色的零件，之后在这里啊是有一段的小护甲的，能够给它遮挡后方的一个卡损。在蓝色零件部分，原版万代的这里呢是提供了一个比较短的蓝色部零件，大班的这个是将下端的白色呢给舍弃了，之后延长了一段，内部还提供了一个镂空的喷口细节分色，但是这个地方的起伏细节啊有点太多了。而且整个腿部的刻线细节也是大班最最最最凌乱的一个部分，我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么多的凌乱的细节的，因为堆叠起来真的不好看。相反，万代的这个实在是太干净了，如果说能堆叠一些像这样的凸起一样的起伏呢，可能会更好一些。在小腿部分的推进器，二者都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内部的红色喷口二者也都是有提供的，只不过大班啊是将红色喷口进行了遮挡，万代的红色喷口是露出来的。在下端的可活动盖板这个部分呢，大班是采取了一个尖刺化造型，原本万代啊是采取了一个方正化的造型，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国人的模型做的都是类似于这种尖刺化造型，难道国人真的都喜欢这种尖刺多多的模型吗？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啊。
在后脚跟部分，原本弯带这里啊是多出来的一节，大弯完完全全的给这块舍弃了，进行了一个重新规的设计。只能说啊，这个时候呢，大弯的后脚跟啊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接地性了。整体的脚掌部分可能二者是完完全全的相同的，但是当前在模型上我肉眼看上去可能万代的脚掌呢会更厚重一些，大班呢可能会更扁平一些。在细节方面，这里边也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起伏零件的细节堆积，真的不太好看，相反万代这个也会更干净一些。在整个腿部活动性方面呢，万代这个除了膝盖方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了，其他的部分基本上也是达到了一个正常的水准，屈膝以及其他的活动啊基本上都能够实现玩家的自由摆动作了。相比较大班这边呢，因为零件精度的问题啊，所以说当前这个状态下活动起来会比万代那个更紧实一些，尤其是在膝盖部分，这个效果确实要比万代那个手感好。但是大班有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脚腕零件实在是太松了，站立也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万代的这个站立，因为膝盖零件部分呢，也是需要各位自行的调整重心才能很好的一个站立了。在背包部分最大的不同呢，首先就是在配色方面，大弯的这个是采取了黑色的零件，万代这个呢是采取了一个藏青色或者藏蓝色的零件，看着我还是更喜欢这边的黑色零件部分。上端的小软流板啊，是大弯是采取了一个尖刺，万代原版的呢是一个正常的方块化的设计了。整个两侧的小机翼也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抬起的，这里边二者基本上都差不太多，只不过大弯这里啊在原版的基础上是提供了更多的棱角的细节刻画。在整体的刻线细节方面呢，其实我是更喜欢大弯的这个的，虽然说没有进行任何的分色，但是当前状态下细节表现这个绝对是要比万代这个看着更舒服一些。在后方的小机头的或者说这个推进器部分呢，也是能够进行一定的新规的设计了，可以看到原版的部分是没有像这样的一个镂空的细节分色的，在这个部分的提供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单论二者在主体方面的表现呢，我认为毕竟都是 Zegoda 2.0 的骨架，所以说质量方面呢也不会差上去太多。在活动性以及把持力度方面呢，二者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的，无非呢也就是像剩下的玩家到底是喜欢细节多一点的还是细节少一点的。反正我是认为啊，万代有一些位置细节刻线再多一些可能会对整体的模型观感会更好，大班的这个在整体的刻线细节再稍微少上一些也会更好一些。在武器装备部分，除了一些细节表现以外以及配色方面的，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完全相同的。像光束步枪呢，也仅仅是在前端提供了一些其他的细节刻画，上方的瞄准镜以及一些其他的拉伸结构，这些呢都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盾牌部分二者也都是在配色以及一些细节刻画方面呢是有所不同的，而且二者的拉伸结构这里呢也都是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但是拉伸完以后明显能感觉到万代的盾牌呢会更长一些。米加粒子炮方面，在配色大班呢会更深一些，万代的配色相对来说会更浅一些，上方的一些起伏以及一些镂空的细节分色呢不对，没有镂空细节，或者说一些刻线细节都是有所处理的。拉伸结构二者也是完完全全相同的，对于米加粒子炮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动。在支架地台部分，万代的提供啊是一个接近于黑色的，大班那个呢是接近于骨架颜色的，所以说当前状态下二者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其实单论板件质量的话呢，我总感觉盾牌这种零件啊，可能二者的质量都是差不太多的。对于一些像什么轨道的滑行了这些，万代的会更顺畅一些，大班那个我是没有够进行轨道滑行的一个顺畅的角度的。那么剩下的时间，我们简单的给万代的 MG Zegoda 2.0。
玩家呢，对于 Zygoda 2.0 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嗤之以鼻的感觉，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当我拼完了万代 MG Zygoda 2.0 呢，你可以完完全全的相信万代在精度上的处理肯定是要比大版要好上不只是好几倍那么感觉的。整体的变形流程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当你熟悉了 Zygoda 的变形流程呢，其实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而且整体在变形完以后呢，没有出现什么像太松垮或者说掉件的一样的情况。对于整体的一体性方面呢，我个人认为 MG Zygoda 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枪啊连接稍微确实有点松哈。无论是把玩也好还是变形也好，最终呢呈现了一个展示效果也好，对于 MG Zygoda 2.0 来说，我个人认为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各位呢对于1比100比例的 Zygoda 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呢，目前能选择的其实还可以有 HDUC 的 Zygoda。虽然说那款 Zygoda 是采取了一个分体的变形设计，但是整体呢会更加的稳定。对于把玩党来说呢， HDUC 的 Zygoda 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或者说各位可以直接加点钱，这个点儿有点实在太多了，800-900块钱买一个 MR 的Zygoda 也是比较不好的，毕竟小成品的合金骨架呢也是可以的，毕竟小比例的合金骨架的 Zygoda 呢肯定会更好一些，一体性变形啊也是比较不错的。针对于今天的这一款万代的 MG Zygoda 2.0 来说呢，目前价格溢价是比较严重的，我个人是不是推荐现在去买的。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其实踏班的 Zygoda 好像也能选一选，就是这个外观细节啊，我现在是来看拼完了万代，我是真的感觉太乱太乱了，真的不太喜欢，有点糟。而且呢，之前所出过的那一款大湾的红蛇呢，虽然说热度以及争议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就目前的口碑来说，大湾的红蛇紧实度肯定是没有问题了，而且紧是真的紧，阻隔度也真的是太紧了，需要各位进行简单的处理。那么本期的 Zygoda 魔玩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本期给各位分享的万代 MG Zygoda 2.0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至于大班8801的魔改版本的 Zygoda 2.0 呢，就看各位玩家自行选择了。我是 Zygoda， 我们下期见，拜拜。